第六面啊，经文的第五行，这个第四段是狮子座也。佛在这一部大经一开端给我们说明毗卢遮那佛的衣报庄严，在种种庄严当中特别给我们介绍地的庄严、树的庄严、宫殿与宝座的庄严，用意非常之深，可以说将整个华严的境界都在这个里面显示出来了。华藏世界与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，这种种庄严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而大地这是表我们的真心本性，心地法门啊，所有一切一真都不能够离开大地，说明万事万法不出一心，我们看到如来果地上一真庄严呢，就要想到怎样修学，我们的性德才能够显示出来，与诸佛如来果报等齐。诸佛如来他们的见数如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立功、立德、立业，这是中国人认为的三不朽啊。而实际上世间人做这个三不朽啊，并不彻底，也不究竟，唯独诸佛菩萨他们的立功、立德、立业是真正的三不朽。为什么呢？样样事情都称心，样样事情都与大方广相应，这是宝树的庄严。宫殿是让我们
身能够安居。宫殿里面表法，虽然众多的一区，但是总是以慈悲为本。大慈悲心遍覆九法界一切众生，帮助这些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慈悲是菩萨宫殿，也就是慈悲是佛菩萨安心离命之处。佛菩萨心安住在哪里？安住在大慈大悲。那么今天第四段跟我们讲狮子座，为什么不说别的，要说座？佛法是师道，师道我们就明了。老师给学生上课，古时候跟现在不一样。古时候老师上课，不管是佛门还是世法里面，老师都是坐在那个地方啊，教书的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老师是站在讲台上教书，学生是坐在那里听。这从前这是大不敬啊，那还行吗？老师要坐在，而且要高坐，尊师重道。在古时候，一个老师教的这一班学生，大概最多也不过十几个人。那十五六个人呢，大概已经到了饱和点了，不可能再多了。少的学生呢，三四个、五六个。所以从前也没有黑板，也没有特制的教室，就是一般的书房。学生多了，多摆几张桌子。所以老师在上座。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也是采取坐着讲。现代这个时代不一样，我们也得要随俗。那么在中国的习惯，一定是请法师上座，不但是讲经、讲演、讲开示，也都会给法师设一个讲台，设个坐席。可是在外国就没有了，在外国讲台上讲演的多半是站着的，诸位在电视里面呢常常看到了，像美国总统发表文告演说的时候也是站在那个地方，那个讲台很小，大概只有我们摆书架子这么大。听众啊，倒是很舒服，坐在那儿听。所以诸位想想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，一个总统，他的权威怎么能够树立？领导这个国家，教导老百姓。
自然比过去要艰难得多了啊。那么现在的潮流叫民主时代，民比哪个都高啊。啊，这是我们在形象上都看到啊。在从前，民间所有的建筑物不能高过官府啊。你这个地方，比如地方这个一个都市，市政府，你的房子要高过市政府，市长的权威没有了。你的房子高过总统府，总统的权威也没有了。所以它有一定的高度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每一个都市高楼大厦都比市政府啊高的好多倍呀。这时代不一样。可是那个影响啊，这种原理原则还是没有变的。明白这个道理人很清楚啊，但是今天真正呢知道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的人呢，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此地不说其他，特别要提老师讲经说法的这个座位。这个座位呀，称为狮子座啊，请看经文，其狮子座。高广妙好，这是一小段，这一小段呢，总说形式的殊胜。实在讲，这就说了，医报随着正报转呐。行事之殊胜呢，是说法人的智慧、德行、权威也。与这个做不大相干啊，所以称为狮子座，不是这个座位上啊雕刻着狮子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没这个意思的。形容这个说法人，人中狮子，狮子是比喻，佛在经上常说，在一切动物当中，狮子是猛兽啊。所谓狮子一吼啊，百兽恼烈。我们看到狮子叫的时候，这个小动物听到那个音声都发抖啊，都跑不动了，它有这样的威力。以这个来形容诸佛菩萨说法无畏，能降服一切邪魔外道，他有这种大的这么大的威力，形容说法的人为狮子。他坐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叫做狮子座。高广妙好这四个字是形容，从四象上看，这个是形容宝座，
先用这个讲台啊，这个座位，实际上啊，是形容说法人的德行，他的智慧德行。佛说法根据什么样的原理能有这样大的威力？经典里面告诉我，佛说法以法空为体，也就是说佛证得二空真如，人无空，法无空，得二空真如，你还有什么畏惧呢？这称之为人中四字啊，说法无为。其如二空真如，这是真正的无上之法。说它是高啊，不但至高无上，而且是深不可测。信德圆满的显露出来了，这高的意思，广是讲广大，他所说他的智慧广大，他的说法广大，大而无外，无有边际，广的意思。第三个字妙，妙是说佛说法的善巧方便，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读到这部《华严经》一样，即似而真，完全在四相里面表现甚深的义理。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经典里面所讲的六乘说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佛家讲四威仪，行住坐卧，无论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在一天生活当中做的时间确实占的比例很大，坐要舒适，坐要讲究啊。中国过去这些宝座都是上好的木材做的，制造的，这个上好的木材
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一般人所讲的气，气不一样啊。人有气，无也有气。练气功的人讲气吧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光嘛，放光嘛，无也有光啊。这个上好的木材啊，那个气就旺，人气也旺啊，他所这个用的这些器具，这个气也旺。这是这个器具为什么要选择的道理，就在此地。万物都能滋养身心的，能养生的，能影响我们的情绪，影响我们的心理。所以这个坐要宽要大，心量啊就不一样了。那个座位很自小，急得很难过，你就晓得他那个心情就不能够开放，就很难受。因为坐的时间长，所以座位这个设计就用不少的心思。实在讲，现在人这个坐似乎是比古时候人要考究，其实要对养生之道来说不如中国古人，绝对不是说中国从前的古人没有想到软的座位，这个坐得多舒服的。中国的座位都是硬板凳啊，睡觉是硬床啊。这个比外国人有学问啊，有经验啊。这种设计实在讲是最健康的用具。中国人跟外国人，诸位仔细去观察，你就晓得了。外国人大概到六七十岁，我们在美国看的很多，腰就脱了，背就脱了，腿也没有力量了，就显得衰老。什么原因呢？坐坐沙发，人一坐下去就陷下去了。睡的是软床，他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？中国人你看这个硬板凳睡硬床，好像是不舒服，健康长寿啊，非常有道理。几千年的文化传统，现在人家有他的哲学在其中啊，哲学就是智慧啊。美国的历史才200年了，那哪里能够比得上中国？在现在他是发财了，富了。我们没有他富贵，绝对不是说富人样样都是对的，不见得。样样都是对的，那是经验丰富，悠久的文化传统。所以对于身心这个健康啊，决定是有帮助的，养身养心的。中国传统这些学术，如果我们要把它
舍弃了，那实实在在是可惜。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经验，累积几千年的智慧经验，我们如果能相信不怀疑，以这个基础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过幸福美满的一生。何况佛给我们一开导，我们才知道事事物物里头啊，显示出真如本性啊。禅宗里面明心见性，见性之后，老一辈的这些大德们往往来测验测验他，考一考他，你见性在哪里呀？什么样子？真正明白人啊，随便念一物啊，表示一下，老和尚点点头，没错，没有一法不显示圆满的性德啊，所以见性之后啊，头头是道啊，左右逢源啊。道是什么道？无上菩提大道啊！啊，无上菩提大道在哪里呀？就在日用平常啊，没有一法不是的。所以即思而证，好是美好圆满的意思，就是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啊，高光妙好。四上是说这个宝座，宝座设计的啊，高光妙好。那里面是赞叹说法之人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善巧方便，达到这个标准了。所以第一句里面所讲的，其四字作高广妙好啊，这四个字也就是说法人的标准。今天我们有许多年轻的同修在此地研习经教，学习讲经，经要讲得好，好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就是这四个字，智慧高广啊，方法妙好啊，这个方法妙好可以学啊。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们那点讲座之研究，就是妙好的基础。但是高广没法子了，高广是你自己要戒心相应的，你才能做得到。有解无形达不到高广，有形无解也达不到高广，一定要行解相应才能达到高广，自己
一定也要像佛一样，其如法空的境界，也就是一般常说的证得二空真如，高广啊，你就得到了。下面有六句说体得圆备，请看经文：摩尼为台，莲花为王，清净妙宝亦为其轮，众色杂花而为璎珞，堂榭楼阁，戒器护佑，梵住物相，背体庄严，宝树之果，周回建立。这个六句，这个座位的中心，这个叫台。那么通常我们一般呢，这个道场里面说法的这个座位是三尺见方，方的三尺。那么当中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台，一般的时候高出一些，这个出家人在家居士讲经啊，也是一样的。身坐讲经，多半是盘腿而坐，这个盘腿坐后面要坐高一点，这个高处地方啊是台。这个地方说台是摩尼，台座是摩尼，这是我们身体坐在这个地方，整个这个力量就落在这个中心，也就是我们坐力量依在这个地方。把它比喻作摩尼，摩尼是宝，摩尼能放光啊！这个光啊，是随着外面光源它是一种反射光，它自己本身并不放光，反射光。光源不相同，它反射的色彩不一样。这个现象，我想诸位同修都知道。你们看到宝石，这个金刚钻宝石，为什么那么贵重？光彩夺目。它光不是自己发光，本身没有光，随着这个一切的光源反射的光非常之美，也比喻说法，说法的人有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智慧，般若经上所讲的根本智，般若无智啊！无知那个根本智，就好比是摩尼之体一样，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，就像摩尼珠接触的光源
反射的光不一样，那个反射的光千差万别，叫后得智。佛为一切众生说法，佛有没有法可说的？佛说的没有法可说。众生呢，就像光源一样，佛呢，就像个摩尼珠一样。众生有感，那个感就是光嘛。佛心里面，这个众生有感呢，佛立刻就有应，感应道交啊。众生的感呢，千差万别，佛的应呢，也千差万别。所以佛给我们说出种种的经教，不要说毗卢遮那了，说我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说这么许多经教，而这些经教确确实实都是从感应当中显现出来的。感应有两种啊，有显感，非常明显的，像在大会当中，听众啊向世尊请教，提出问题来请教，这是明显的。还有一类的是叫敏感，心里头有疑，没说出来，可是众生起心动念，佛就知道。佛明显地给你说出来，敏感呢，显应，佛给你说法了，显应啊，有显感显应，敏感显应。还有一类显感敏应，听经当中有人向佛菩萨请教，佛菩萨听了之后一句话不说，那个请教的人啊豁然开悟了，他并没有说一句话了，他就开悟了，这是明印，显感明印。还有一类是敏感明印，感应道交啊，有这四种形式啊。这个摩尼微台啊，表这个意思。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摩尼所表的法空之体呀，这个是佛菩萨讲经说法了真正的依据。我们常讲，你这个理论，你这个说法，根据什么说出来的？佛菩萨是根据二空之法，所以我们如果说说法如佛菩萨，说法如狮子吼，你要不证得二空真如，你怎么能做得到？我们想要证得二空真如，那么你现在就不能不放下了。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你才晓得放下是对的呀。这种坚固的执着错了。
佛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智慧，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彻底放下了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丝毫都不染着，他才有这样圆满的智慧，无尽的善巧方便。第二句，莲花为台，这个莲花为网啊，网是外相，这个宝座的四周，宝座是宝座的四周啊，用这个莲花围起来，像网一样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图案，庄严宝座。莲花也表法，表出污泥而不染。你看，坐体是摩尼，周围莲花，摩尼表法空，莲花表无染，清净不染。心地果然做到不染了，这就叫做莲花的宝座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位要晓得，到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。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的。极乐世界的莲花谁去培养的呢？给诸位说，是自己去培养的。西方极乐世界确实不可思议，正报无量寿啊，依报也是无量寿。树木花草常青的，没有凋零的，也没有落叶，树枝也不会枯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都是无量寿啊。唯独啊，七宝池里头的莲花不是的。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所看到的，只有莲花，哎，有生有灭。那是什么原因？因为莲花了不是阿弥陀佛栽的，不是他种的，莲花是十方世界呀，发心求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发这个心啊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。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莲花上还有你的名字啊，你用功很勤啊。功夫得力，这个得力了就是心地清净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呢，其他的万缘放下了，心清净啊，这个心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七宝池的莲花就越来越大啊，光色就越来越好，将来往生啊，你就住在那里面了。如果你念佛有夹杂，你那个花就不纯了，有污染了，光色都不好，黯然无色了。
如果你退心了，你改学别的法门了，或者就参禅去，或者去念咒去了，那花就枯死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只有七宝池里面呢，看到这个花开花谢。花开那是念佛功夫成就了，往生，往生花就开了。那个花还没有开呀，含苞还没放啊，就已经枯死了，就知道那个人啊，不是退心，就是改别的法门了，改修别的法门。莲花在这里是表法的。我们自己要全心全力去养气，保持自己的莲花，那是真的。这个世间人呢，不管什么，不要去跟他比，那个没用处，怎么比到后来都是一场空，都落空。唯有比莲花大小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你看经上所讲的那个莲花，小的有十由旬的，百由旬的，千由旬的，大小不一样，光色不一样，修行人功夫不相同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除了念佛之外，每一天三餐饭能吃得饱，衣服可以遮体，可以穿暖，有个小房子能遮蔽风雨，足够了。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自己在这个世间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呢，身就是莲花。你的住处，你的座位都是莲花座，你出去走路步步都是踏着莲花。我们凡夫见不到，有神通的人看到，你步步都是踏在莲花上，举足下足就是念头生念头灭，念头生也不染着，念头灭也不染着，就好像局部下部都是清净无染，与二空知理相应。第三句，清净妙宝亦为其冷。那么这个冷是座位的中心，不管它有没有轮相，轮是从中心，它有个中心点，中心呢往外面辐射，有一个周缘，通常设这个宝座，设这个座，如果用这个宝座来表法，这个设计是很完美的。这个轮是轮，就是前面讲的台。台是讲高处，轮是讲这个台的形状是圆的，座位中心是圆的。那么通常如果没有这个
这个台的这个做法呢，通常我们摆一个蒲团，或者我们现在讲摆一个坐垫，蒲团多半是圆的，圆形的，这个圆形的蒲团摆在这个座上，作为坐垫呢，这就是轮。所以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现在这个坐垫，现代人讲的坐垫，圆形的坐垫。那么它表的圆满，圆代表圆满。又表清净，清净圆满的意思。那么坐垫一定要很清洁、很整齐，它才能象征这个意思。表说法的人，智慧圆满，德行圆满，才艺圆满，善巧方便圆满，表意很多很丰富啊。再看下面这一句，众色杂花而作璎珞，璎珞是装饰品，使这个宝座看起来格外的美观，用花用璎珞来装饰，这个里面也是表法。同表智慧，表他的德能，表他慈悲，这个慈悲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关怀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，感化一切众生，都是这个垂布的意思，这个璎珞在宝座四周围垂下来，底下这一句，堂榭楼阁，戒器护佑，凡诸物象，备体庄严。那么这些装饰品是一种高度的艺术。在中国古代，处处可以见到。这个宫殿楼阁可以见到。这个桌椅也可以见到。雕的一些浮雕、人物、花草。宝座里面也有这个庄严，也雕刻这些东西。显示出无处不庄严，所以说是体德圆备呀，这四个字在这个地方就通通给我们显示出来了，
而它的含义是讲二空真如，包含事出世间一切的现象。佛界一真法界，凡夫界里面是法界一真庄严，诸佛如来所证得的二空真如之力，就在这些事事物物当中显示无疑呀。所谓理即是事，事即是理，性即是相，相即是性啊。理事不二，性相一如啊。理跟性空寂的，实在讲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，四根相啊是很明显的，我们六根能够接触得到的。接触到相啊，理在其中啊，性在其中啊，见相就是见性啊，见事就是明理啊。入这个境界，就是证得二空之理了，通达一切事相了，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两种智慧，根本智、厚德智都现前。这个智慧现前就是成佛。本经后面讲佛十种身，第一种叫菩提身，菩提是朗然大觉，你对于四离性相都通达都明白了，你觉悟了，觉就是佛菩萨，不再叫凡夫。所以明白人见相就是见性，即思就明理，这是这一句里面所含的意思。幕后这一句宝树之果周回建立，那么这些宝树不是外面的，外面那个宝树前面第二段讲过，这个地方的宝树是狮子座上啊那个雕的这些宝树啊，雕刻的这些宝树，周回建立啊，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狮子座周边的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台，我们这个讲座后面布置这些树木花果，这个也行啊，这个不是我们讲堂外面的种的这些树，也是属于
这两句经文所包括的。现代人能够想到，古时候人也有啊，这个盆栽的历史很久了。啊，过去人讲经啊，可能讲台旁边也有很多盆栽啊。那么还有没有盆栽的呢？用屏风，屏风里面画的这些画的也非常讲究。我们底下这个楼里面五百罗汉这个大屏风，你们注意看到啊，这个里面呢，宝树、枝果、周回建立在屏风里可以看到，所以这个是讲座位周围的摆饰。庄严宝座的，那么这个里面所刻画的有佛菩萨讲经说法，有佛菩萨在坐禅经行，许许多多都是经典上所讲的故事。我们现在人讲故事，佛法的术语叫公案因缘，用这些艺术造型把它表达出来，让大家接触之后，你看到之后，你听到之后，自然就能感动，就能够觉悟啊。《华严经》里面的说法了，跟其他经确实不一样。这个学了之后，我们六根，在《楞严经》上讲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那不假了。为什么呢？六根都聪明了。以前看东西呆呆板板的看的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现在一看，好有里头无量意呀！你看花，花有无量意；看水，水有无量意；看树，树有无量意；乃至于看一块石头，看一粒微尘，里面都是圆满的无量意呀！你岂不是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吗？所以用宝树之果，树表什么意思？枝表什么意思？果表什么意思？前面都说过，树的身智慧呀，树的枝干五度啊，代表五度啊，叶代表定。花表菩萨应行，果表菩提涅槃。都是整整齐齐排列在树间。这个就是显示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。表这个意思。菩萨妙法术啊，随因感果，这才能够普度众生。菩萨大慈大悲，
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应说什么法，他就说什么法。凡圣同居，周回见列的意思。菩萨在没有成佛的时候，度众生是修学的一个主要课程。为什么呢？世间人常讲，教学相长。师资道成啊，老师教学生，学生也帮助老师啊，所以学生在资助老师。如果没有这些学生问问题，老师有的时候那个智慧也吐不出来。有人这一问，哎，这下突然明白了。没有人问呢，他还在无明里头啊。一问呢，把无明问掉了啊，他才会突然啊想到这些问题啊，突然觉悟了这些问题。所以菩萨要不教化众生，怎么能成佛呢？你说为什么不能成佛？他的厚德智不能圆满。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。他根本智得到了，厚德智没有啊。厚德智一定要教化众生，一定要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说法度众生这桩事情，不是只有出家人做啊。在家人也要做啊！要问你，你要不要成佛？你要不要成就圆满的智慧？不能成就圆满智慧，就不叫做成佛。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要想成就圆满的智慧，没有别的法子。华严经到末后，这不是佛教你了，佛没法子教你。最后是什么样子呢？参学。参学就是接触广大的群众，向群众学习啊。这是参学真正的意思啊。无论什么样的人物，你都要接触。你不接触，你的智慧从哪来？不但一切人物要接触，一切人要接触，一切动物也要接触。你不接触这些动物，你就不了解这些动物的习性了，那你智慧就不圆满了。不但动物要接触啊，植物要接触。你不接触这些植物，你对它不了解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没有办法培养它，没有办法照顾它。
啊，不仅是植物，连矿物都要接触，你都要去了解它，明白它，然后才真的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才能成佛啊。所以，向群众学习，群是一群一群的，众是众生的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你想想，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出？哪一个时候不是菩萨学出？菩萨真的是万德万能，正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真的是无量啊，那个无量不是形容词吧，确确实实是无量啊。可是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老实念佛一门深入，不劝大家广学多闻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广学多闻的条件不具足，你要问什么条件不具足？第一个，寿命太短了，换一句话说，时间不够用啊！不要说其他的条件呢，单单就是这一条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要想向群众展开，向群众学习，你能办得到吗？大概学的万分之一都不到啊，寿命已经到了，岂不是真的叫挂一漏万了？因此，这些祖师大德们才劝导我们我们把这些事理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然后再想想自己的能力。实实在在办不到那就选择一门深入。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无量寿。那我们的条件够了，有的是时间。法门无量，我们寿命更是无量。这才能成功啊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不是去享福啊。如果是去享福，那你错了。往生到那个地方，就是要得无量寿的，无量的这个时间呢。时光啊，让我们修学无量的法门。我们求生净土啊，真正的目的在此地。下面第三小段，摩尼光云。互相照耀，设方诸佛化现诸王，一切菩萨集中妙宝，悉放光明而来迎主。这两句说的是作用。
作用广大。前面一句是说的净宝出光，这个出光在佛法里确确实实本身放光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六尘都放光，连地都放光，光明世界啊，佛经里头啊也称作为大光明藏啊，没有一样不放光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得变现，现得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，也有不放光的道理吗？啊，那么我们要问，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、诸佛净土，法性身、法性土啊，我们今天居住这个世界，六道轮回，甚至于比我们这里更差的环境啊，恶鬼地狱畜生，他们环境比我们差的太多太多了啊，生活苦极了啊，我们要问这些一正二报是不是信德的流露？给我是的，没错啊。为什么我们这六尘不放光呢？佛在经上讲得好啊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珠宝啊，金刚钻自己都不能发光，原因在哪呢？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没有放光嘛啊，你看经上所说的佛有常光啊，常光不是放光啊，常光啊，我们画佛像啊，把佛的这个圆头顶上画一个圆圈，圆光啊，佛的身体也有光啊，这光多大呢？经上通常告诉我们八旬。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大概它这个光啊，八尺到一丈啊，这样的光明，这个不是放光，自自然然就有啊。我们现在的光跑哪里去了？佛有我们也有，佛能我们也能啊，现在我们看在经上，佛能我们不能，佛有我们没有，原因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的心呢，心性呢，被污染了啊，虽然被污染，我们信德的光明还在，不是那个光没有了，光被障碍住了，所以透不出来。
我们身光被障碍出了，我们依报环境啊，光也没有了。所以哪一天我们自己这个障碍去掉，这个身体放光，然后看到六尘境界通通都放光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发光体我们称之为宝啊，你看净宝啊，所以最重要心要清净啊，心就是清净心，就是真心啊，不清净是妄心啊，妄心光就没有了，光就被障碍了。心地清净呢，这光就又透出来了。我们今天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起心动念，有是非人我，有贪嗔痴慢。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这是污染啊。真心本性里面原来没有这些东西。你看禅宗六祖慧能说得好啊，本来无一物啊。这个真心本性里面本来无一物。有一无就错了，就是污染；有一无就是障碍，将我们自性里面智慧德能乃至于依正庄严的相好通通被障碍住了。这个损失多大呢？虽然在六道，虽然在三途，性德没丧失啊。这一些严重的障碍呀，把他的智慧德能向好都障碍住了，不能让他解决。这是事实啊。经文里面讲啊，摩尼光云，云这个意思前面说过，净宝出光啊，就像云彩射入山峰一样，我们在高山上啊看到云海，云海也很壮观的，也很好看啊。相由体空，它是一个不真实的境界啊。所以，佛在此地用这个字来形容事实的真相，让我们从这个字里面悟入。法空啊，就像啊云海一样，山峰就像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一样，云海在山峰之间自在地飘来飘去啊。这一个景观，现在的人很喜欢欣赏啊！你看到外面观光旅游，中国这些
四大名山都能看到这种景观，不知道表法的意思。如果你要懂得表法的意思，你就不是单单在欣赏风景了，你是在那里修道了，真正在那里修菩萨行呢，修无上道啊。二空真如啊，就像这个像现象啊，一叶智中智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四相啊，二空真如是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在哪里？没离开四相，跟这些四相交融啊。现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世界通用的教旗，就用这个来表法啊。你看教旗一共是六条，从上到下了一共是六条，六条里面呢有五条是单色的啊，这个五条单色的代表五度啊，前面五度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，代表着。后面有一条啊是杂色的，这五种颜色通通都有，代表是般若。般若在哪？般若在五度里头啊，也就是四相里面如果没有智慧，那就是没有理，四里头没有理，相里头没有性，那怎么能成立？所以教旗是从这个表法的意思来设计的。我们做佛弟子，这是我们一个标志，它的表意我们要懂得。有人问，我们要能够说得出来啊，表菩萨六波罗蜜。这个六条宽窄要一样啊，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做的不如法啊，这个杂色的地方做的特别宽，这个没有道理啊，那这就不平等了啊。这个六度是一定是这个宽度完全相等啊，如果做的太长了，那个意思就不对了，有横有竖了嘛，那就不对。可是有横有竖也能讲得通，看你怎么讲法就是了啊，那就不能代表啊这个前五度跟般若度啊，般若度不能弄个那么太舒服啊。我们另外想一个法子来讲，这个佛法我们常讲五乘佛法，或者呢这华严宗里面讲五教，那个五种颜色五条可以表五教啊，它有横有竖，这五教横遍十方，竖穷三际，行也能讲得通。可见这个表法了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都能说得出道理出来，行就好。显示出法没有定法了，你只要能悟出一个道理出来就行。
这个理有浅深，有广下，看个人呢，这个误入的程度。这个业业法体里面显示出二空真如，任何业法里面，佛菩萨都能见到人我空、法我空，空有不二啊，空有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《心经》上说得好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那个妙用啊，才完全显示出来了。就是我们先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真相。了解真相之后了，那你就跟诸佛菩萨一样，游戏神通啊。你的日子怎么不自在啊？啊，怎么不美满啊？有享受，没有得失，啊，有受用，啊，没有得失。世间人呢，就佛常讲啊，颠倒可怜明者，他颠倒在哪里？他有执着，没有受用，你们这不颠倒了吗？他真的能不能执着到呢？执着不到，能执着的空的，所执着的也是空的。这《金刚经》上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啊。佛讲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能执着的是心啊，能执着的不可得，你所执着的这一切万事万法因缘所生，凡是缘生之法没有自体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你所执着的也不可得，能执着所执着都不可得。都不可得了，就显示出二空真如了。人我空，这是对能执着上说的。法我空，是对你所执上说的。这才把宇宙人生的真相一语道破啊！这就是所讲的看破了。看破之后啊，再不执着了，那就是放下了。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了，放下了。放下之后啊，你的生活就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了，诸佛如来得大自在，你也得大自在。无论现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没有不自在。你如果是富贵，你在富贵里头得自在；你是贫贱，贫贱里面得自在。富贵跟贫贱没有关系啊。自在是一样啊，没有差别啊。自在是平等的，富贵贫贱是差别的。在《华严经》里头，差别里头有平等，平等里面有差别。所以叫五洲因果上跟你讲啊，差别因果、平等因果。所以相上是有差别，受上是平等的。受是受用。受用是平等的。
这叫真平等。啊，如果说是在思想上平等，受用不平等，那个平等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说，一业四法，一业四相啊，都显二空真如。于是我们才能够体会到，才能够真正相信啊，如来的智慧是真的究竟圆满啊，万德万能究竟圆满，不是赞叹的话，是真的啊，确确实实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我们要想恢复自信、圆满的智慧德能，学佛就是干这桩事情。这个智慧德能不是学来的，不是从外头的，是自己自信里面本来去做的，把那些障碍去掉而已。这修行就是去障碍呀。换一句话说，去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你要真干啊，执着舍掉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啊，六道轮回就是虚妄的执着变现出这个幻象。再能把一切分别舍掉了，那十法界就突破。十法界是从分别里头变现出来的呀。所以分别妄想这个执着断掉了，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一真法界就在现前呢。你得一真法界的受用了，你的受用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！啊，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了，那你这个讲的还是个理呀，是还是不行啊？再告诉诸位啊，这个理悟了之后，事变了啊。事上怎么变？我们世间人常讲，相随心转了，体质也随心转了，这个地方起变化。你的相貌改变了，你的体质改变了，这个变化就太大太大了啊！你现在是凡夫，你要养这个色身啊，天天用尽了心思啊，到处去请教啊，要吃什么补的东西啊，什么营养的东西啊，身体才能健康啊。如果你要是见到性了，明白理了，给诸位说，你一天喝一杯水呀，营养都足了，哪要那么麻烦呢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的一些学生们日中一时啊，讲求什么营养啊？到外面去偷播，给什么吃什么啊？一个个都健康长寿啊！为什么呢？体质变化啊，心地清净了，清净心，这个身体就放光了。真的放光，
那你放光没看见呢，没看见是不让你看见。为什么不让你看见？让你看见你害怕了。哎呀，这个大概是妖魔鬼怪来了啊，赶紧远着些。凡夫复薄啊，佛虽有圣光，他要把它收敛起来。所以佛法始终以教学，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，不以神通感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通感应妖魔鬼怪也有。魔也会放光啊，它会变戏法了。如果佛用像放光现瑞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，魔变这个境界我们就没有办法辨别。邪正难分了，混淆视听，这个对于佛法的弘传啊，佛的教化众生有很大的障碍。所以佛自己做一个榜样，佛确实有圣光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般人看不到他放光，收敛起来。那偶尔放光那有特别因缘，戒淫一类的众生，由此必要佛才展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修行重点关键还是个清净心。正是这里讲净宝出光，这个宝就是心呐、心地呀、净宝就是清净心，清净心是宝啊，清净心出光啊，清净心起作用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。佛法里面常讲实智、全智、中道智，华严经上都用实来表法，讲智也说十种啊，其实要细说，无量无边的智慧法门，这是经文里面摩尼光云的互相照耀。希望我们要细细的去体会。后面这一句，设方诸佛，化现诸王，一切菩萨集中妙宝，佛是果地上的，是老师，是教主啊，菩萨是学生，是佛的法律法眷属。华严会上称为主伴，佛是主，菩萨是伴。这也是互相的发挥啊！佛化摩尼教化众生，
啊，所以佛宝在十方能做佛事。佛宝是什么？啊，宝珠是表法的。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觉正净三宝，摩尼宝珠啊。能做一切破迷开悟的佛事，佛事就是教学教化众生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菩萨初成佛的时候自自然然感得一切诸佛现行呢，来给他灌顶。一切菩萨来亲受敬仰。这个示现初成佛的时候啊，诸佛如来为什么这么做？这是诸佛如来对你的嘉奖啊！诸佛如来的本愿满足啊！一切诸佛都是希望众生的快快成佛。你今天果然成佛了，他怎么不欢喜？啊，这个成佛好像这个我们世间都说毕业典礼呀，授予学位呀，他一定要来参加吧，要来道贺嘛。这诸佛如来来道贺啊，哎，恭喜你呀，你今天成佛了，哎，你今天入佛位了，啊，所以现行灌顶，灌顶就是道贺的意思。菩萨，菩萨来亲近你，那个菩萨他还没成佛，他要求佛教导啊，所以菩萨来亲近啊，菩萨来供养啊，亲近老师总要带一点礼物嘛，礼物是表自己一点恭敬心的。不在礼物的后波，是表他的恭敬心啊，所以这份礼物随着个人自己的力量啊，有财富的人这礼物可以送好一点啊，没有财富的礼物可以送差一点啊，所以这一朵鲜花呢也都是供养。这个是贫穷之人呐、我们献一点花表示，献一朵花了表敬意。富贵的人呢，那献珍宝啊，宝花了啊，就是金银珠宝之花啊、这很名贵了。但是那个敬心呢，没有两样，恭敬心是相等。所以这供养物啊是表法的。这个老师绝不计较。老师要计较，这个老师就没有道德了。没有道德哪里有真学问呢？他有道德有真学问，绝不在这儿计较。完全看学生的真诚。真诚是宝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句里面给我们显示的佛宝加持。菩萨这个宝，佛宝入菩萨宝中。
菩萨宝入佛的宝中，这个很有味道啊！啊，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，啊，十方诸佛化现诸法，啊，这是佛化宝啊！啊，一切菩萨集中妙宝，啊，这是菩萨之宝。西方光明二来银烛，这个光明里面就交融了。菩萨即是帽子，这个是头发里头戴这个帽子里面的宝珠啊。光中啊有佛的宝珠之光，佛宝珠光中啊有菩萨这个妙极宝珠里面的光明，光光护照啊。那么这个意思显示出如来圆满的智慧，菩萨无量差别的智慧。菩萨差别智慧跟佛圆满智慧的交融，佛智慧当中有菩萨智慧，菩萨智慧当中有佛的智慧，表这个意思啊。如来从果上起用啊，所以叫化现啊，究竟圆满的智慧也说他做诸王，摩尼宝珠之诸王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菩萨心顶里面智光圆照，所以叫他做集中妙宝，取这个意思。这个意趣很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